此呢，基隆河是有涨潮一个情况，因此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复兴航空在断了几节之后呢，这个有部分的机身机头的部分呢是有。机头的部分呢是有埋在水里的状况，而且呢现在水位呢似乎呢是有越来越高的一个情况，因此呢消防队员是赶紧的来启动这个破坏剪，要来破坏这个窗户。您可以看到现场这个我们远调的画面里面可以看到消防队员他们的